这个是从房间看出去的景色，有个小阳台，超美的。早餐是日式西式都有，然后就可以看着大海吃。这一整片海滩都是属于饭店的哦。刚刚黑潮之海的正上方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从正上方看到这些底下的黑潮的鱼。等了快半个小时的潜水员牛排。好，刚刚先送来的汤，他说很烫。然后这个是一些生菜、银沙啦，还有这个是酱汁，还有这个。
面在蓝屿的时候是岸潜，所以我们就直接从岸边然后下去，一路这样子潜到比较远，然后再回岸上。感觉蛮不一样的。你觉得人多吗？比预期的少了一点点。好，这音乐好大声。限定的四种，还有乐园、菲力沙朗，还有这个菲力。现在最后一间饭店，这间的顶楼游泳池，我们晚一点再去看。也是白白的床，有浴袍，然后还有一只手机。哦，这个是我们的早餐券，水上面也有印它们的那个熊熊，好可爱。好，舒服。这边是港川外人住宅区，来这边的话一定要吃这个水果塔，但是呢不建议太晚来，因为很容易就卖光了。只剩这个橘子的水果塔。喝了一间咖啡，超香，香到不行，我决定直接进来买。晚餐是这间装潢很浮夸的居酒屋。出来叫房间的号码，然后说
可以进去吃了。真的很夸张，第一次遇到。真的太贴心了。好，来吃东西哦。非常多的学生，thank you.